两番茄，我们就随便挑一个出来了哈。它很简单，一个小兔兔哈，一个小兔兔。我们从底下划一刀，放平，上面再划一刀，然后我们在这边上面刻一个 V 字形哈 ，V 字形。我把它拿走，这就是我们的耳朵了。再把它插上去，这样子哦，就很简单了。好，香蕉，来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来，第一个，我们在这边要刻一个类似像笑脸一样的哈。来，我们先有一个图，我们先打个比方来算，我们这边做个记号哈，做个记号。后来我们的这个地方一个三角形，这样看得出来啊，一个三角形。好，让这边要接过来，这边，我先做一半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准备这种家用的比较简单的刀具哈，我们只需要磕到皮就好了，皮就好了。好，把香蕉皮，好，磕到香蕉皮就好。然后呢？我们做一个间隔性哈，我们直接把这个皮，我们把它拔掉就好了，比较快一点，这样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好，这样子，好 ，OK 吧？然后我们来一个比较特别的哈，特别就是我们来直接这边去掉，这边也去掉，刀子吃下去，把它拿出来，把香蕉可以把它吃掉。然后我们这边只要画一个小形状，好，就完成我们的一个很可爱的香蕉了。来，我们来做一个炒菜可以用到的水花片啊！来，我们先切一点点就好，来对半，够简单吧？然后呢，我用这边好了。然后它现在是一个半圆形，我们只要用我们随便拿一把刀具，来在中间哦，刻一个 V 字形，在这边再刻一个 V 字形，好，斜 V 哈，斜 V， 这边哦就是一个斜 V。我们蝴蝶的须须这边就有了哈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边我们从头到尾就是磕 V 字形哈，就是磕 V 字形。好，这边一个 V， 翻过来再一个 V， 对过来再一个 V， 再一个 V， 我们就结束了。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用来我们炒菜来用，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片开来哈，片开来，我们可以切成一片、两片、三片哈。炒菜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来放在我们的菜里面。剪映式果雕看起来很容易，不过果雕师傅每天要面对的作品可是繁琐又耗时。光是要用芋头刻出一只栩栩如生的牛，从牛角鼻环到肌肉纹理，每个细节都马虎不得。其实我们有分简单跟难，其实可以做到很难的话，我们可以刻几个月甚至上年，比如说我们要参加国际性的比赛的话，那我们要刻简单的话，可能我们大概就像刚刚我们这样示范在做的话，可能就是五六个小时、七八个小时，就是一直这样子，要看程度、难度。对，还有像这样在小玉西瓜表面刻出了花纹，也都是需要功力与耐心。果雕师傅工作不容易，影片前的你们如果有兴趣，不妨起身动动手，从最简单的兔子开口笑做起。